怎么我们玩那个猴石头人让人选了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哎呀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个阵容差个亚索，击飞挺多的。全军出击！黑暗收割也行吧，我们好好的跟这武器大师打一把，这把出个3项，好吧？来一首3项破败。让你看看3项是什么样子的。你也是多兰剑，往他前面走来，吃药跟他磕，直接套点盐。永远不要一级跟一个猴打，正好他出来，我们回家，完美，完美呀！我愿意称之为完美。出来以后，兵线往我们这边推，哎，吃一波，正正好好。就是其实俺们呀，慢慢拖着打吧，这波肯定是不能让他白打我们。兵线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你就非得来吃个饼干，我还补个车，你生气不？来，螳螂过来，来，这螳螂飞扑给我看愣了，往哪扑呢？这？这我可救不了你啊，我一共就这么些血，我可救不了你，我回家了。回家出个耀光，出门妇孺之福，耀光燃烧宝石，没跟你们说吗？我将用一把特别完美的对线跟这个武器来打一把，无论是从我的补刀上还是从我的耗血上都是非常完美的。死了，你要干嘛？我没太明白，这致命点炎，哎呦我操，这武器大师还能回来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哎呀，这波有点小亏了呀，早知道我往右边靠了，我都不用E那小兵了，还不如跟武器换了，谁知道他能回来呀？谁知道他敢回来呀？你说，
咱别老整了叫人的问题行不行，这一天天没事，他现在蓝不够啊，这你是必死兄弟，你今天不死我就去吃屎。真能跑，我寻这塔皮拆一层得了呗，人家不得，人家要拆两层，贪得无厌呢，小伙子，真贪呢。不是，他不是要拆两层，他要拆三层，这不得扒你一层皮啊！回家出装备去。这武器大师是零杠三打的跟三杠零似的，你怎么？有耐死啊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送了全队的人头，那蓝枪只干克我，我能咋整？你说，一共他就干克了两波，全搁上路，来了一波又一波，也不走，也不知道要干啥。等个六级啊！这波等个六级，这五级不能打。我估计这一个小兵吃完以后，这应该是六了。说为啥还不走？这武器大师打人真疼啊！我天哪，那一个重锤差点没把我假猴给我打死，还好我用 W 给他躲了。你看出这三项对线都不厉害，这猴拆塔也慢，希望他们能敢多过几招。回家，三项是1833。非得浪费自己一个眼儿，你看你浪费那个眼儿干哈呢？多浪费！呀、我就没明白咱为什么老要跟我干，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有多长。我五杠一，他零杠五，他找我打，还是主动打，确实行，挺刚啊。刚猛啊兄弟，刚猛。再见。你有闪吗？啊，你有闪现没吧？哎呀，不用闪现了，这他都跳不着我，我们只需要直走，他连个皮鞋都没有。嘿嘿嘿。
哟，哎，走了，拜拜，回家了，再见。跳来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是怎么的了？这是挖闪！上塔拿，给我杀！兄弟，这不行了啊！这石头人来了，哎，石头人来了，哈哈！哎呀，嗯 ，nice 石头人，上当了，哎，勾引成功。你这螳螂干啥去了？你不对劲啊，小伙子，你不对劲。铁板鞋破败，谢谢蓝莲汉粉丝的九个半卡、十个半卡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帮我们过了一首复兴挑战，不是复兴挑战呢，超级粉丝团的任务。三下来一把，妖怪哪里跑？呀，把蓝打了，行啊，兄弟，你这蓝是不想要的了，是吧？啊？这蓝是不想要了呀，我这一看呢，还开一往我脸上跳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，直接转走。啊，点炎，可恶。双 buff 没了，还浪费我一个大招，哎，挺烦人呢。找石头人干一波的永恩，生气哎呦啊！咱也不知道这武器要干啥，要自己打龙，你看神奇不？那我去打个红的吧。找一波石头人啊，干一波永恩，看看那永恩人上哪去了。你不十秒有大吗？哎，算了，那我自己杀吧。反正这永恩还没有羊刀，啥也没有呢，就一个小破正骨箭袋，干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知道我有多长是吧，兄弟？这怎么就一顿 A 呢？你是怎么说要走也不走，就要必须得 A？ 既来之，
犯病了是吧？让塔砸了，哎。100块。就是不服，那确实是不服。服他还能 A 了吗？他就一愣想 A， 就感觉自己死不了。我把那野区的野都给你拿了。50块钱，哎，那锤石我看见了，锤石，隔墙给大可以，有没有轮子？米其林轮胎，你给我飞尸，就剩一个小黄毛了吧？啊，就剩一个了吧？是不就剩你了？你看这小黄毛就对了。来，给我开个视野来！我可不行啊，我上不去。武器值钱了，这波没破败，先回家出。然后我们把护甲给他出出来。三项好使不？不太好使，尽量别出。其实没啥用。我觉得没啥用啊，又脆，然后大招吸地又慢，对呀，又脆又没吸地，然后伤害其实也是凑合地儿吧。他得有吸地呀，三项要20吸地能用。当然这看你自己感觉。嗯，反甲被打了是吧？人是真多呀，我的天！来点右装，一小兵那没办法，人家走位了呀，位置变了，那 E 正好自动施法 E 着小兵了，没看出来吗？我想一人的，他啪走动了个位置，往右边动了，那你是咋整？
武器是真不怕死，不愧是死了21把的人。哎呀 ，ADC 死了。哎，我怎么掉血了呢？别怕，来，我马上到。哎呦，我石头人蓄蓄有点高啊！你先把石头人杀了，哎，我再把你杀了，这双 buff 不就有了吗？这锤石挺烦人呐。好的，你先把石头人杀了。操，真菜呀！你什么意思呢，兄弟？你这是天晴了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？小王八犊子！好几回了，非得要野武。哎，哎，呀，靠，真疼啊！这武器打人呢，不愧是魔法伤害。我得来点魔抗。比如说这个智慧默印。多增加点魔抗。出水银呐，水银有啥用啊？这石头人可太狠了，看见没？现在这石头人，我来了嘞，我来了，坚持住，兄弟。我今天就搁这等着你，我看你回不回来。你挺烦人的，这锤石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应该杀锤石，不应该杀的蓝枪。来，给我堵住他！来，螳螂，来，螳螂过来，来，还跟我要上圈了，还。你要能打死这小黄毛，就算你狠，兄弟。走，回家出智慧默印去。攻速太快了吧？那三项之力肯定攻速快呀，加20呢，这就加30了，这就。我这2.07。我用个一技能还给我加60点攻速，这种出装就是打平 A 的，也是差不多也打个单带吧。有个红 buff 会更好一点，来个红吧，来个红吧，兄弟，给个红吧，求求了。18级应该能2.5吧，以我们的攻速成长来讲。
三件应该够了。其实都有点溢出了，不过也行吧，没开溢之前攻速不佳。我们在这儿也没有啥用啊，推上吧，推上推下都可以。这锤石为什么身上一直会有一个？踩上，把我假猴给我杀了。哎，这武器大师这波怎么无敌了呢？还可以，这么出招不太行啊，这么出招脆。打动持续作战收割还可以。